OK， 这个是世界七大景之一的地下堡垒。等一下还要拿手拿就对了。这是早餐历史呢，天天发。这个是马来西亚第一帅哥。千真万确的事情。你是谁？来报道一下。我说马来西亚第一帅哥。对。哦，第一帅哥。近在不言中。近在不言中。杀死多少正妃是不是？只有在这时候才讲。名字不好。记者民警，我们来到巴拉望来采访当地的导游。这个麦克风太小了，这是我专用的麦克风。小白，小黑。这里开车真的很快哦。对啊，哦，我们不要吓到啊，大家不要尖叫，我们要开好快。对啊，真的很快。阿姨问你说需不需要那个？如果有需要，你再跟他讲。对对对。需要你就要分来医院。要吗？要。哦，什么？要吗？还是要？还是需要？需要来医院。对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阿姨自己用哦。照片也是拍得到，真的看不到照片拍到，怎么样看得到？你有照片吗？有的，我想说，找女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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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女朋